大陆网络红人奶茶妹张泽天和大19岁的 CEO 热恋，也让不少粉丝觉得心碎了。而现在两个人不仅被直击在澳洲悉尼大学拍摄婚纱照，还有消息传出啊，这富商砸了将近4亿台币买下了豪宅，而且产权登记的名字，他的音译恰巧就是张泽天。大陆清华大学的校花张泽天拥有清纯外表以及疗愈系的笑容，网络上爆红，比和大他19岁身价大约是400亿台币的东京商城 CEO 刘强东，两个人的恋情备受外界的关注。三月份呢就被拍到甜蜜出游去买婚戒，不到两个月又被拍到疑似在雪梨大学去拍摄婚纱照，也间接证实他已经升格成为刘太太了。而惊人的是，张泽天才刚拍完这婚纱就引起当地媒体相当关注，原来是澳洲媒体就报道说，一名中国买家以4亿台币的价格买下了豪宅，而产权存档记录显示就是张泽天，只是对此啊，当事人都没有做出回应。